去一个专柜买口红的时候，顺便去试一下他们家保养品，然后那个柜姐就跟我讲说，像我们这种生过小孩的妈妈，就是用这个产品，就巴拉讲一堆。然后她看着我又补了一句说，哎，你这样保养不错哎。然后我就谢谢，好走了。就她以为你是生了小孩的妈妈。对。不过你现在坐在那边跟我们聊天，你要说你有小孩，我也相信哎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